大家好，我是北京大学书商学院的金良玉，我来自美丽的突尼斯。来中国学习是我的梦想，能实现这个目标我开心极了。作为书商学院的学生，我有时间逛一逛老北京的古街。我去过电台恭王府和胡同。今天我在胡同，是我的第一次尝一尝臭豆腐。也不是那么最近吗？最近吗？不错。来中国留学，我不仅能感受中国古代文化，而且能感受中国人最近日常生活的文化。我参加了广场舞。太大了，乒乓球。可以。我跟朋友们在一起吃了火锅，还有欣赏演出。哇！做北语的学生，我遇到了那个国家的朋友们。我参加了好多活动，比如运动会、中国花活动、音乐活动。和古琴活动。还有机会认识少数民族的朋友们。除了北京，我也跟着同学们去了天津玩。我们来天津，你们有什么期待？你们期待什么？期待什么？期待了，风美，期待的跟朋友一起玩。两费呢？我是突尼斯人。两费不是两费。我还没想吧。你还没想？两米加。你呢？杨宇期待好吃的菜，好吃的菜，好好玩。米莉安呢？米莉安，你说一句话就行。你好，拜拜。大家早上好，今天我很开心，可能因为天气那么好，也可能因为今天是星期日，没有课。今天我打算跟大家分享我在北语的生活。去看，所以本来要去图书馆，但是好像我朋友们在公园。所以现在我们去学习。今天我们会去清真的餐厅，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的同学们都可以来这里吃好吃的菜。